快乐新闻 HD，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快 Zero 的游戏节目，我是 Rock。今天我们再来玩这个 Supercell 的新游戏 Brawl Stars 啊。那么按照惯例，这个游戏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说一下上一期的互动话题，是吧？我们上一期的互动话题叫做"你一直以来看过的我和老高的所有的视频当中，哪个片段，哪期视频的哪个片段你印象最为深刻？"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，大家非常积极的留言啊，其中提到最多的啊，非常出现比率非常大的就是皇室战争，皇四玩很大是吧？吃古花呀，吃芥末呀，喝可乐啊，这些大家提到的比较多。当然也有我的世界里面的，或者部落冲突里面的，还有嫂子上直播呀之类的评论啊。这些都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片段啊，我会把我精选的这些这个评论放在我们这个小黑板上啊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评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再来玩这个 Brawl Stars 啊，今天我们看到有没有新地图呢？这第一个是什么来着？第一个是攒星星的，第二个是这个挖矿的是吧？攒水晶的，第三个是那个生存是吧？就是这个烟雾不断的往中间缩的。这个上次我们录的时候打了一下之后不是很成功，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玩。这次我们来一下试一下这个吧啊。生存的话，我们用这个吧，用这个肉盾吧。我最近比较喜欢用这个肉盾啊，它比较结实，而且我还给它升了血量，升了一级。好，十个人，我们看我能生存到第几个人啊？不要让我一上来就碰到一些比较变态的选手。好，来啦，开打啦！哎，完了，这一期的互动话题又忘了说了，那打完这一局吧啊！我一开始就在中间呢，我应该先打这个能量块。哇，小熊，你打，我来打这个，你打那个啊。好，我等小熊打完了，我再去来消灭他。小熊，你去哪了？小熊在这打能量块呢。好，我可以来干掉他了。耶！小熊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小熊，哎，小熊，小熊，哇，完了，我跳过来送死了。哇，好惨，快跑！哇，我怎么可以跳过来送死呢？哇，还好那个大熊帮我吸引了火力。刚才我把小熊打残了，结果被人捡了。哇，这边有一个扔汽油瓶子的。快跑！哎，我先在这猫一会儿啊，看有没有人从我这路过。哎，就他。然后他，嘿，他有三个瓶子，哇，他实力好强啊，他有三个瓶子，我肯定打不过，我等他走了我再出去。都离我远一点。好，他走了，我往他相反的方向走。哇，又有个三个瓶子的，哇，已经到了这种感觉了，哇，相当危险了。好，狭路相逢吧。哎，不行，哇，又狭路相逢了。哎呀，上面已经开始有烟雾了，快走啊！有人在这里面，我看见你了。哦，他跑这里了。哦，他们有五个瓶子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一个瓶子都没有。Oh no！这里面有人。我想在那猫一会儿的，结果这里面有人，我也是醉了。啊，这也有人，我也是醉了。怎么我想去哪躲哪就有人？啊，哎，不过我还是算是获胜了啊！啊，我刚刚想猫起来，这些草丛里都有人。好，再来。这次我得先打几个箱子。这次出场位置不好，到哪都碰上人。能不能让我安安静静的打几个箱子？哦，这次果然出在边上。哦，砸箱子啊！有人，叫！哦，来啊！你要不要来？你不来我就砸箱子了啊！你打不着我，你那个角度。我再砸个箱子，这样我的实力就会增强一点。好，又有个箱子。好，我这样实力，哎呦，你快跑了！我这还有好多箱子，我砸吧。但是我要当心我的那个不能把技能点全部用光，如果技能点用，哎呀，我朝那边砸了呢，技能点用光了，正好有人过来我就惨了，我为什么砸箱子都砸不中？哦，这样可以砸俩 ，OK。哦，刚才看见我那个人不敢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他会，哎，来了，我有俩箱子，你有几个？这边有没有？哦，我有三个箱子，我有四个箱子，你有三个，哎，他不跟我打。这草丛里不要告我有人啊，在这有人。Hello， 小哥你好，小哥，嘿，小哥，好，干掉。我想猫在这儿，看来是不行了。
先猫起来啊，准备一个大招跳出去，谁过来我就一个大招跳出去，来呀。啊，没有人呢。哦，先点上大招吧，上面有人。哎，他是个肉盾，我一下剁不死，我最好找那种 我跳过去就基本上能把他剁死的那种。我这有人，你呀、啊，你原来躲在这儿，你都不说话，你躲在这儿，你都不说话，我看你往哪跑啊，看你往哪跑，还剩一拳你，我看你往哪跑，哇啊 啊快跑啊，我要放大招跑，结果没跑了啊，哎，第四名，好吧，也涨了三倍，哎。这生存模式还是非常残酷的。哎，我点了哪个？我点这个。好，来吧。这次我们不错啊，一开始得了那个箱子，完了我又在中间被群殴的一个节奏。哦，我躲在那个草丛里殴箱子不就行了？哇，太棒了！哎，能不能行了？我只是想打几个箱子，你是不依不饶的，你这。来，你来打箱子，来。好好好，对对，你来打箱子，我去捡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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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喂，你可以啊，你可以啊，你啊，快跑吧！哇哇，这个一看就是个会玩的，会玩的。你子弹还没打光呢，你子弹还没打光呢，你啊，快跑！哇，快跑！哇哇，被打死了！我刚刚打死一个，捡了两个瓶子。哎，这都排名第四啊，这次大家死的都好快啊，大家这次都拼命的死啊，好好好，这都第四，我也是呵呵了，再来。好好好，我似乎又忘了说互动话题了。哎，能不走？哎，出问题了。哎，我这不走了呢。哎，走了。哎，我说怎么回事，我说刚才怎么不走呢？哇，好奇怪啊，刚才这草丛里有个人，我看见了。哎，谢里，哇，1000滴血的谢里，阿丸这下不行了，我没看到他实力这么强的谢里，哇，1000滴血的谢里啊，完了，我倒数第一名，减了6倍，白打了前面。Oh no， 我刚才有点卡了，怎么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下减了6倍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？对，我们不能光讨论这个游戏的事情是吧，我们要多增加运动，这个增强自己的体质是吧，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什么，为什么，对，不能只说是什么，一定要说为什么啊。比如说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当然是打篮球了是吧，我是打篮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篮球啊，既可以有团队合作，自己也可以玩是吧，没有人的时候你可以投投篮是吧，人多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比比赛什么的啊，还是非常这个自由的啊，非常好玩。然后大家也把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来这个评论里面来说一下吧，然后为什么啊，一定要说出为什么来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啊，我们再来打这个。好，再来这个。刚才我一个操作有点问题啊，这个突然屏幕不动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这次希望不会那样了啊。哦，又是，哎，这个位置我喜欢，可以在这安静的打箱子。哎，我应该站在这个角度，可以一下打两。对，哎，我打个箱子，你就过来。啊，太讨厌了啊，太讨厌了，我是不是第一个死的？我是第二个死的。我以逃跑和猫起来为主。这次我在哪儿？哇，我在下面，在下面。不要告诉我这里面又有人啊。哎呀，你啊，我一上来就重伤。啊哈哈哈。神呐、不行，我得时刻做好碰到人的准备，我每次碰到人总是没做好准备那种感觉，本来我跟他贴身肉搏，我应该揍得过他的。在最边上，好，这又有个箱子。哎呀，我天，我走吧，这箱子给你吧，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，这箱子我不要了还不行吗。哦，我在这冒油。哎，这有箱子好像没人捡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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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然后呢？然后这边没人，我在这猫一会儿，我这猫一会儿，猫一会儿，说不定这个草丛里就有人，右上角这个草丛，说不定下面这个草丛也有人，大家都猫着不动而已。
快点，你们赶紧厮杀呀！前两局都是我出去厮杀，结果很快就被干掉。这次你们赶紧厮杀呀！怎么还剩七个人呢？怎么还剩七个人？毒物都过来了，还剩七个人。你们，我只好走了。哦，果然有忍者，哦，死了一个。哦，耶！啊，要死！我快跑！哇，我只剩300。哇，完了完了，我被毒物给逼住了，我无路可逃了。战友，你去死！你去死！哇，他实力好强，但是子弹攻击力也太猛了，这玩意打我也太猛了。哦好，这次是长辈还好。哦，我们再来这个，我换个人不行吗？我换个人，换个什么呢？谢里吧，谢里，这堆草里面有人。哇，这么大一片草，我倒是第一次见到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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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这片草好大呀。好，我尽量争取一直都在草里面走。哦，不行，这边要开始冒烟了。哇，你看见我了吗？你们看见我了吗？你确定你们看见我了？你们确定看见我了？走位，神走位，走了。猫猫起来，没人找到我在哪儿。好，哎，又有一个死了的。我接下来要往左边走了，因为右边的那个烟雾马上就要过来了，右边的毒雾。哦，看见了，已经看见了，先走吧，别太极限了。好，猫这儿，你，哎呀，我为什么总是猫到别人家去？好，原来大家都是这么玩的，是吧？我还以为就我这么赖呢。原来大家都是这么玩的，是吧？好，那我就一猫到底了，谁过来我才打。不行，我得去打箱子去，我不能。哎呀，啊，给你还不行吗？给你走了，给你了还不行吗？哦，我在这歇会儿啊，不要告诉我下面这个草丛里面有人，待会儿他突然给我一枪。那个汽油瓶子不会过来找我吧？汽油瓶子，哦，暂时毒物还没过来。哎呀，汽油瓶子！我汽油瓶子那边战斗呢，我等至少我能拿到杯之后我再出去。好像剩七个人的时候我就可以拿杯了。等变成七的时候，你这么打你都打不死人呐！要换我的时候早就被打死了，还没打死人，哎，打死了，哦，剩七个了 ，OK， 非常 OK， 走了。这里面有人？没有 ，OK， 各位非常 OK， 这里面没人。好的，哎 ，OK， 别乱扔，小子，别乱扔，告你别乱扔的啊！哇，我这是在中间呢，我在中间，我先猫吧，这不行，这出去打箱子肯定会被人家全部秒上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在整个地图的什么位置，很紧张。好，很好。哦，果然这边有一个家伙，谢里，一千滴血的谢里，我天，一千滴血的谢里啊，谢里啊，你打掉这个箱子啊，打掉之后你就走吧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我又送走了一个谢里，哦。又死一个，哦 ，OK， 很好，哎，你说我在这猫着，会不会到最后变成一对一啊？谢丽，不要过来，谢丽，拜拜，不要到这儿来，谢丽，不要到这儿来，哎，对，干掉他，哇，四颗星的谢丽都打不过他，下面那个人得多强，好，再见，你们都走吧，哦，拜拜。你们都走吧，耶！我要升杯啦！就是这个战术，从头到尾都不动，你们见过吗？这种打法，你们见过从头到尾都不动的人吗？来吧！哎呦，一个耶 ！OK， 哎呦，我就不出手。
原来长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中间一点的草丛蹲在那儿就别动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再来打最后吧，最后一局我们来打一个其他的啊，打一个这个什么吧，打一个这个转星的吧。我来用一下我的一个稀有英雄，这稀有英雄虽然它比较稀有，但是我用的比较少，不太会用，不太会用了。我们多练习练习。咪咪咪咪，冰冰冰冰，呵呵，没打中人，呵呵。有没有反弹到人？打你！耶！这有一个，跟我一样职业的。放大招干掉你们 ！OK， 是不是干掉两个 ？Double kill！ 一上来就是个 Double kill， 冒起来回回血。一上来就 double kill， 哎，谁在追你啊，谢丽？谢丽，我来帮你，他们俩是吧？我来帮你解决他们俩。呀！来呀，还敢过来吗？小老头子，还敢过来？我的弹力球的攻击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小老头子，刚才那个是自己人还是敌人？降 ，OK， 谢丽快跑！谢丽，我来掩护你。哎呀，没打着他！我的大招白放了。哎呦，过来个大壮哎！哇！我死了！哇，对方明显比较凶猛，更凶猛一点，干掉他 ！OK， 谢礼干得好！你给我去死 ！OK， 哎，哇，这有个大壮，我都没看出来。你别想跑，大壮！你去死 ！OK， 我放大了，哇，我们又有一个死了！哎呀！好危险呐！哇，他们都去哪了？哇！这帮人怎么总喜欢从这个角度攻过来？好，我们18了。你们特别喜欢这个角度是不是？哎！大壮，你慎重啊！你只有300多血啊，大壮！你想从这儿跑是吧？我知道你想从这跑，拜拜了你们！哇！不行，时间快到了，他们要发动疯狂的反扑了，我们要做好准备，他们要疯狂反扑了，大家，我有四颗星，请允许我在这猫一会儿吧，让我猫一会儿吧，打不着我 ，yes， 干掉了，我这几个大招还是不错的。稀有英雄就是厉害，呀，我们赢了，居然最佳表现在他们那儿，什么呀这是 ？OK， 涨四杯，耶！哦，稀有英雄果然就是稀有英雄，还是厉害一点的，Return home， 好了，大家，我们今天先打到这儿吧啊！今天这个一开始打这个生存模式打得非常的烂啊，各种死，只有靠猫在草丛里才能赚到杯。那个稀有英雄我发现还行，这个我得多练一练，这个远程还是可能比较适合我的，我适合躲远了打啊。还有就是大家不要忘记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啊，你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欢迎大家积极的这个留言，我们会把这个精彩的留言在下一期里面放到这个旁边的小黑板上啊。这边的小黑板上啊。好的，今天节目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